只要陛下答应，深究婆婆的死是谁陷害，正法了那用心机杀人的阉狗张茂泽和他的主子。张茂泽的主子是朕。 后宫娘子，严禁与外臣私下会政，你们也都看清楚了。今日朕砸了这瓶子，你们谁敢挑唆娘子收受外臣礼物，朕就砍了你们的脑袋。爹爹除了让你给我送花瓶，有没有让你对我说什么话？没有，官家只吩咐说去跳个库里最好的。嗯，我看爹爹是觉得我的觐见很好，他也确实纳谏了。 但又不好夸我，所以砸了张贵妃收受贿赂的红瓷，却自选了个青瓷花瓶送我。嗯。